最新的油价消息要来提供给您，晚点再去加油吧。因为中油公司刚刚公布了最新的油价资讯，从明天凌晨开始要来调降各式汽柴油的价格，每公升各 0.2 元。调整之后的参考零售价格分别是92无铅汽油每公升 33.5 元，95无铅汽油每公升35元，98无铅汽油每公升37元，超级柴油每公升 32.4 元，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。